是的时阵，是时阵，是的时阵，是时阵，就是快乐的少年啦！棒！是的时阵，是时阵，是的时阵，是时阵，是快乐少年啦！企起身，因為點解我哋播國歌咧要脫舞咧？企起身咧以示尊敬嘅。阿玲，係，今天8月15日，石友哥隔離工，同大家打聲招呼先。阿玲又回歸啦，不過今天依然失咗身，失咗聲，失咗聲，我唔係失咗身。你又仲學人著咩吊帶喎？大佬，你其興吊帶咩？大佬啊，睇過揾炎葉眼㗎，有啲人。我都話我30年前攞翻出嚟㗎，我先至知道原來呢一個唔係後生女嘅專利。咪係咯，大佬後生又冇所謂啫，都係咪啊 ？OK， 嗱，今日點解會一開始播首國歌咧？阿玲，你知唔知點解？因為呢期聽好多國歌，係，因為喺同國家嘅國歌都冇錯，因為奧運會啊嘛，播國歌啊嘛，因為有觀眾咧，有聽眾咧就PM 我，話喂細哥，上個禮拜咧阿許淑淨攞金牌嘅時候，點解嗰首唔係國歌嘅？好。看看我們許淑淨拿金牌的時候，中華民國的代表，中華台北在奧會叫做拿金牌的時候，他那首什麼歌，大家看看那條片先，去去片先，斌哥。呢刻咧，因為點解咧？今次個奧運會咧，喺台灣嚟講咧，梗係高興啦！高興就係話，中國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仲未攞到金牌之前咧，中華台北其實我哋叫中華民國嘅，係比佢搶先一步。當然啦，係本來嗰個坐定粒六嗰個咧，輸咗0.幾秒嗰個咧，以為大家攞咗金牌，咁啊，即係一貫以嚟咧，中國嗰啲射擊嗰啲攞第一金嘅，咁啊又攞唔到，咁啊變咗話台舉重嗰個台北呢個選手咧負傷嘅，就上個禮拜啱啱上個禮拜一攞到，咁啊啲人問：喂，細哥，點解佢唱嘅唔係中華民國國歌之前，你都識問？喂，即係奇怪啦！點解一個國家會有兩首咩歌嚟？其實有原因嘅，有原因嘅。點解咧？嗱，我哋首先今次呢個許淑淨攞咧，嗱，俾張圖俾大家睇下。嗱，因為 CNN 咧就聽到你咁講嘅，有冇見啊 ？CNN 嗰個網站上邊 ，CNN 係美國一個好出名嘅新聞機構啦。佢寫台灣嗰個咧 ，TVE 佢整青天白日旗嘅，知唔知啊？嗱，呢樣嘢其實咧係犯規嘅，呢單嘢係一個奧運會你講個小風波啦。咁好在唔知點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咧翻嚟闖。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咧就冇出聲嘈啦，因為這個呢就理論上在奧運活動咧就唔俾嘅。原因係乜嘢咧？阿拎我解釋俾你聽。原因咧就係喺1949年之後，兩岸即係分裂啦。分裂咗之後咧，就其實咧就大家喺50年代初，大家就爭做呢個奧運代表，就打崩頭嘅。咁當時咧喺台灣咧就叫做看賊不兩立，就有你冇我。喺大陸咧就話。
有我梗係冇你啦，即係大家練得好緊要嘅。當時咧，不單止兩個政權一分為二，連呢個國際上面一啲組織一分為二。但係大家唔好忘記，當時聯合國嘅中國代表係中華民國，一路到1971年10月26日阿爾巴尼嘅提案，2758號阿爾巴尼嘅提案，先戰中華民國被驅逐出去。咁喺50年代，佢哋爭成點咧？大家知道，請你自己講啊。喂，你奧運會嚟得比賽，一攞金牌嘅國號，即係你代表邊個國家？即係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國旗，你知乜嘢旗？即係稱啲咪日本地方旗。係國歌，就即係頭先一開始嗰個三民主義唔當所中嘅國歌，一路開始都係咁嘅。嗱，我哋又睇下呢片，一路喺度爭拗咧，到1956年嗰陣時，墨爾本奧運會咧係兩岸分治之後，一個小人分治之後咧，就第一次有中國人代表參加嘅。去片，去嗰條墨爾本奧運會嗰條片 ，Formosa 嗰陣時咧就即係兩岸嘅爭吵到點咧？台灣又唔可以用 Republic of China 嘅名義，喺英文咧就用咧 Formosa Chinese。你睇到啦，呢個就是台灣代表。嗰陣時你又留心睇咧，佢都仲係拎青天白日滿地紅嘅國旗嘅。正因為咁樣，1956年咧，中共咧，北京政府咧就唔承認，係一路冇派人參加嘅，一路到1984年先至派翻代表參加，就所謂嘅中國第一金。其實中國嗱，呢個就楊全廣啦。1956年連續四屆嗰奧運會咧。楊全廣同紀政咧就創造一個神話咧，真正喺奧運場上為中國人攞獎牌嘅咧就係楊全廣同埋紀政，但係佢攞嘅唔係金牌，係銀牌。紀政係跨欄啦，損失跨欄啦。楊全廣啊，幾乎攞金牌啦，係喺10項全能裏邊贏7項。嗱，你見到個 Formosa China 係咪啊？即係我哋第一集嗰陣時講過啦，即係佢用 Formosa 呢個名字咁樣去代表去參加，連咗呢幾屆。奧運代表咧個代表權一路咁去爭，咁啊好老實講啦，咁啊大陸都唔會忍呢啖咩瓦氣啦，你共產黨幾霸道噶啦，咁啊中華民國呢、中國呢個代表權咧，咁啊一路到咧隨住大陸不斷咁樣抗議啦，即係大陸啊唔參加呢個咁嘅夏季奧運會、冬季奧運會，不斷咁抗議，但係其實當時奧運會咧50年代咧有個決議咧就話台灣可以參加。大陸亦都可以參加，即係所謂兩個中國雙重承認。當時一個中國政策咧，就兩邊都唔同意，就有你冇我，有我冇你，就大陸梗係啦。你因為你台灣，你拎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嘅，我就唔參加。即係大陸當時係咁樣嘅。咁一路呢個情況一路到點咧？嗱，1971年我先講咗啦，聯合國退出啦，即係國府被逼出去聯合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咧取代咗中華民國喺聯合國地位，即係北京政府咧。咁啊一路國府咧到1972年慕尼黑奧運係最後一次。台灣代表去參與奧運就1972年，用青天白日滿地紅，用中華民國嘅名義，應該唔係 Republic of China， 係 Formosa Chinese China 個名義參加國際活動嘅，係1972，一路到1984年，兩岸喺洛杉磯先戰重遇，重新兩岸建議都有。咁喺呢段期間咧，發生咗咩事咧？咁啊，中國一個同奧委會傾啦，話中國話台灣代表可以參加，但唔可以用中華民國嘅名義，就一定另外一個名義。咁當時咧，咁、那個台灣嗰、那個代表台灣奧委會嗰個代表啊，嗰個叫咩名咧嚇？一個洛桑會議啊，一個沈家明啊，喺同三馬蘭奇嗰陣時奧委會前主席沈馬蘭奇傾好傾掂咗，所以70年代話嗱咁啦，唔用這個中華民國，唔用 Formosa China， 就用咩咧？中華台北就拎另外一支旗。就拎咧個所謂嘅，頭先大家見嘅奧運會嘅梅花五星旗梅花旗 ，sorry， 唔係五星梅花梅花旗，即係我哋見到嘅 Chinese Taipei 係啦 ，Chinese Taipei 只可以用 Chinese Taipei， 但係唔係用台灣嘅，唔可以用台灣，唔係國家啊嘛，咁咪台獨啊嘛，同埋佢個國歌嘅問題喺邊度咧？國歌問題，佢話國旗歌有歌詞嘅，有歌詞嘅，咁啊有歌詞咧話喂，因為當時咧話喂。領獎嗰陣時咧，其實咧就唔係唱歌詞嘅，即係唱個音樂，所以歌詞咧唔重要，所以咧就咁樣忽略咗呢樣嘢，忽略咗呢樣嘢。咁所以忽略咗呢樣嘢之後咧，咁就咁樣就叫做話中華台北用呢個國旗歌，中華民國國旗歌就咁樣取代咗。咁國旗歌係點樣咧？嚟大家播一播條國旗歌條片。花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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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嗱，呢首呢首歌咧，一聽個歌詞係咪好正能量？同埋即係冇冇話起來啊，咩唔好做奴隸啊，冇話咩前進後退啊，係啊，唔使去炮火啊，唔使呢首歌歌詞嘅填詞人咧就係蔣偉國先生個親生父親。戴桂圖先生，戴桂圖又叫戴全賢，是國民黨的原教旨主義者，即是極端的右派，他是非常之反共抗俄的，亦都分到聯俄用共的人。在1949年即是國府在大陸的失敗，他在廣州的蔣欄路，即是一德路的很多賣很多的鹹魚，即是玩具啊，遊戲，後面一條叫蔣欄路，蔣欄路的蛇王芬那個賓館那裡服毒自殺殉國的，這個就是戴桂圖寫的。大家看個歌詞會看到是很勵志，好即係同埋旋律，我就幾中意聽呢首歌嘅。其實係即係我覺得同埋咧當時咧就係即係沈家銘先生同埋當時國府裏邊一班外交人才，即係同咧奧運會同呢個中共嘅捷春中遵組之間，同嗰個喺個國際場合嘅鬥爭之間咧，亦都利用了呢樣巧妙地利用咗呢樣嘢，就爭取翻個國格。你會睇到咧嘅歌詞咧，如果聽音樂咧，唔覺得有幾咁國旗出咗嚟，但你落埋個歌詞咧，你會發覺喂，完全其實冇失過中華民國嘅國格。嗯，呢樣係前人嘅聰明。當然，陳振英話：喂，點解冇台灣嘅？咁台灣冇獨立噶嘛？好啦，一講到呢啲咧，我發覺咧好多人咧就好唔明嘅。好唔明白，喂，乜嘢係國歌咩國徽啊？咁樣佢咁樣點分咧？咁啊寫歌，好啦，乘機，既然係咁，我哋就大家分一次。好，嚟一張我哋中華民國國旗同埋一個青天白日旗，佢係點樣分咧？嗱，見到嗱，中華青天白日滿地紅嘅，大家要記住，呢支係國旗，中華民國國旗，青天白日一支旗啊，呢、這個就係中國國民黨嘅黨旗。嗯，黨旗 ，OK。咁其實黨旗唔係淨係國民黨有嘅，民進黨都有嘅喎。好，下一張，嗱，上面嗰個咧。就是、台灣民進黨黨旗，嗱冇中國民進黨嚇，民進黨一定是台灣的。下面嗰張咧就即係台獨的旗幟，就即係叫咩咧？台灣共和國嘅國旗係暫定的，即係嗱，佢嗰個旗幟嘅得意喺邊度咧？嗱，國民呢個民進黨黨旗咧一個十字星咁樣，因為點解一個十字形啊？點解係十字形咧？佢話喺一個民主嘅同埋獨立同埋共和嘅路邊咧，係一個十字路口。我解釋嘅，其實咧，我覺得因為民進黨裏邊好多人係長老教會啊，因為基督教會啊，有呢個背景有個十字背景。咁下圖咧嗰、那個台灣共和國咧，佢嘅得意喺邊度？留意喺邊度咧？係冇咗金門同埋馬祖嘅，佢得澎湖、蘭嶼同埋呢個鹿島呢邊有個小琉球，佢呢個咁嘅幾個外島嘅啫。所以咧話，一旦台灣獨立咧，翻嚟坐唔該。即係一旦台灣獨立咧，而家我大家都話啦，喂，咁嗰個外島嗰個管理權、管治權，究竟係歸邊個咧？咁樣即係其實最明顯嘅金門馬祖，甚至而家爭議得好緊要嘅所謂嘅太平島。咁啊，大佬啊，即係所以你要睇到，你坐喺民進黨而家擔任咗之後，佢哋對太平島咧係希望係俾美國啊，唔鬼理啊。就真係有咁嘅原因，但係咧釣魚台亦都唔係我哋台灣管啊，俾日本嘅。就係問題就話，古往今來嘅歷史從來未試過不戰而送土地噶嘛？呢樣嘢唔係賣國係乜嘢咧？你蔡英文而家做緊個中華民國嘅總統啊，唔係台灣國嘅總統嘛？一係你而家還掂一個三分之二咯，你咪提案宣布台獨咯。我哋幾時都話你應該咁樣做，因為你個黨綱亦都咁樣寫明啊嘛，明唔明？除非你咁做，咁做台灣人民全部根據嗰四個複雜嘅手續全部過曬啦，咁你宣布台獨咯。同埋你清楚話俾老百姓聽，台獨可能面臨啲咩嘢，或者你可以繼續同啲老百姓講，美國佬會出兵幫我哋啊，日本會出兵幫我哋啊，我哋唔使打，你或者會咁樣諗，但我就唔係好信咯。OK， 第二樣咧，我哋睇下嗱，而家講緊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國徽同埋中國國民黨嘅黨徽，呢樣嘢好多好多人錯嘅嗱，呢、這個就係中國國民黨嘅黨徽，中華民國國徽喺邊度？中華民國國徽嗱，呢、這個就中華民國國徽，大家睇唔睇到同中國國民黨嘅黨徽有啲咩唔同啊？俾翻頭先國民黨嘅黨徽，大家睇嗱，國民黨黨徽係頂曬國嘅，中華民國國徽咧就縮咗入去嘅，見唔見？嗱呢樣嘢咧，嗱再睇埋我哋中國中華台北奧委會嘅會徽，跟住翻嚟坐，俾阿奧委會個會徽嗱呢支旗，你睇到嗱，明顯呢個係中國國民黨嘅黨徽嚟㗎，係咪啊？好，翻嚟坐。嗱呢樣嘢啊，拎點解今日好多民進黨人士或者非國民黨人士，對呢個國民黨咁大意見咧？即係話嗱，你睇到嘅
你中華台北，你代表個中華民國嘅，你出代，但係嗰支旗，你明顯睇到係一個中國國民黨嘅黨徽旗嚟嘅。呢個嘢你就唔使拗嘅。你除非你用翻中國國民黨個中華民國國徽嗰個，即係細少少，你係頂曬角嘅。咁好老實，你話我立場咧，我話你即係雖然我係深藍，我都話，既然係一個民主時期，其實兩方面大家應該要傾好一個新國旗、新國徽嘅。我係可。持開放態度嘅呢樣嘢，即係我覺得就大家應該坐低傾嘅。一係你就即係今時今日你就唔應該咁樣，好似以往咁樣黨權天下啊黨國天下咁樣去講曬所有嘢。我喺呢方面咧係比較上持一個開放啲嘅態度。但係嗱，今日四哥講咗嗱，黨旗、國旗、黨徽、國徽嗰啲嘢，大家有個概念啦。咁其實今日咩日子啊？拎八月十五號，你知唔知道？中秋。今天不是八月十五中秋啊！你死啦！唔温書，今日係國今日咧就係呢個抗戰勝利紀念日。今日咧抗戰勝利1945年咧八月十五號，日本咧就正式投降。正式投降嘅話，即係無論點，我哋即係你做唔做中國人啦，我哋就做中華民國嘅中國人嘅，我哋就真係好堅持嘅，細哥呢樣嘢。咁咧喺71年前咧，仗勝利咧就打得好辛苦，打得贏。咁點解今日咁重要呢？一陣間有條片咧就講呢個蔣介石喺重慶發表個勝利演說。呢條片咧有一啲咁嘅歷史學家咧，即係膚淺歷史學家就話因為呢條片咧就令到日本人覺得蔣介石咧，中華民國政府唔向日本索償，就叫做所謂嘅以德報怨。呢、這個以德報怨咧，就令到喺4年之後喪失咗政權，因為即係中國死得咁慘，家破人亡咁多人，而你唔要求日本賠償，咁啊令到咧即係好多人咧就調氣唔鋸，就支持咗共產黨。其實咧，好老實講，當日唔要求日本賠償咧，係真係一個泱泱大國嘅風度。其實冇話唔要求賠償，喺歷史上面，將來我有機會同大家講，蔣介石係有要求日本賠償嘅，係有嘅。當時係日本賠咗幾隻戰艦俾中華民國嘅。同埋咧，當時國府係俾好多即係嗰啲戰艦啊軍事咧，就將日本留喺中國嘅軍隊先送去日本，就令到國軍咧去唔到淪陷區，先戰俾共產黨有機可乘嘅啫。嗱，我哋睇翻呢條當日嘅蔣介石講不念舊惡，與人為善，所謂嘅以德報怨嘅勝利抗戰勝利嘅錄音喺重慶講嘅，跟住我哋第一節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执行他遵守敌人所有的投降条件，这我们并不要报复，真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那些军部所虐弄所屈辱而表示怜悯，使他们失败于错误地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报应得不他们重建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士的目的。我精神贵奶奶，有没有东西给我擦下地的？2000日嘅绿莲根，韩国红心亦帮到你。佢再用营养成分达至最巅峰嘅绿莲根红心浓缩制成，轻便独立包装，撕开即刻饮得，随时帮你改善血气，醒脑提神，做嘢自然有心机啦。5天装试饮都只系159啫，即刻到 MIHK 网店订翻 set 充电啦。四海哥挖掘地工，逢星期一晚上8点到9点 ，MHK 生活台。